你家的楚门已经年久失修了吗？把手生锈了，门窍也是生锈松脱了。关门声音很大，近期我们来说说厨房小改造，只需要准备一副新的五金就能简单的更换。首先我们先拆门窖，把有螺丝的地方拆掉它就对了。一准把新的门窖装上去，这样就完成了。而且新款的门窖还有慢关的功能。要换把手，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把手的尺寸。打开你家厨门，螺丝的下位跟上位之间的那个距离是多少，必须要知道。然后再到盈利购买新的把手，有非常多的选择去搭配你的门洞。这样子就做好了。我们学会更多改造小知识。